有咩吸引 Captain Nancy 出动？原来嘉燕姐的艺术学校在中山举行20周年大汇演，嘉燕姐同来自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山、广州、湛江的过百位学生一起演出，当然还有嘉燕姐的可爱3岁孙仔 Julian 都有份演出啦。仲吸引咗两位泰国嘅公主远道而嚟欣赏演出，连天王成成都有现身舞台。咪住，睇真啲，其实系福禄寿训练学院嘅临时郭富城嚟噶。另外两位学员赵仲瑜同黄建东亦有份演出。福禄寿嗰个训练嘅学院咧，真系做咗好好。哇！阿郭富城，哎呀，拍几多？临时嘅系。系。我好多谢你，你特别咧。系我个荣幸真系。系特别喺广州过嚟，系啊，好多谢你啊，吓。Thank you。我嗰啲学生睇到你嘅表演咧，佢哋个个都觉得好精彩啊！哇，真系学到嘢啊，咁啊，即系好好啊！你启发到佢哋去扮嘢嗰种精神，因为其实扮嘢系难噶。系。啊，你话唱歌跳舞系易啊，去扮要学足嗰个神髓咧，真系花好多心机啊。系。讲讲下福禄寿训练学院的筷子机和赵亮超亦突袭嘉燕姐，送上花束俾个惊喜嘉燕妈妈。喂，你真系远道而嚟喎，佢特登佢哋嚟捧我哋场噶喎。但佢哋仲好有心思噶，你睇佢哋两个着绿色嚟衬托你呢一朵鲜花。最紧要就系可唔可以下次预埋我哋啊？梗系啦，原来系拗捞嘅佢哋。問得成班就話可唔可以預埋我？我哋嘉燕媽媽嘅show咧，肯定會越做越大。耶！係啊，好啊。